你就瞪大狗眼看好了吧。我就说你不行。什么？这大阵防护罩连金丹极境都破不开，你居然一拳就能砸碎，这怎么可能？因为我要打砸碎嘛，所以自然一拳就砸碎了。我死。不好，他一拳能砸开大龟墟牵引阵的防护罩，我绝对挡不住。金晨，你快去融合熔岩珠，我带人挡住他。好。江鱼儿，就算你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片刻间摆脱我等。只要我们坚持到星辰成功融合熔岩珠，到时就是你的死。好强。什么？只剩一个了。啊，星辰，救我！逃不掉的。我也。救我！对不起了，霍炎，我之后一定会杀了江玉儿，给你报仇的。什么？啊！赵星辰，我诅咒你，不得好死！熔岩珠，你是我的了！不好，赵星辰要得到熔岩珠了！可恶，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他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吸收了熔岩珠突破。香鱼儿，你们全都要死！不好意思，熔岩珠是我的。你是谁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无名小卒。那女人好快的速度，难道也是金丹极境？我原初圣地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？她使用的是番子的雷镖，难道她杀死了番子？她是。凌雨，当初在收小鱼为徒的时候，我遇到过这个女人，只是没想到她心机竟然如此深沉，隐藏得这么深。走，我们去见见我们的大师兄。洛师妹，我错了，救救我。救你，我送你上路还差不多。这一拳是因为你无耻陷害我，这一脚是因为你背叛圣地，这一巴掌是因为你一直恶心地建议我。赵师兄，周师妹，你来救我了吗？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，从今以后你就是大夫人。不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姐妹，我这就帮你断子绝孙。啊，终于结束了。我不甘心啊！融合吞噬，不好！凌雨在融合熔岩珠，他想要学习赵星辰，依靠熔岩珠突破金丹极境，打破这片天地的桎梏。小鱼，快打断凌雨，不能让他融合熔岩珠。好。你们帮我拦住江鱼儿片刻，待我突破金丹极境之后，带你们飞升上界。什么？江鱼儿很厉害呀！我不想永远困在这片世界，拼一把！赵星辰和霍炎已经死了，我们只能追随这个女人了。江鱼儿，给我站住！敢拦我，找死！小鱼，给我滚！他太强了，凌云。今天我们就算算总账吧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让你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不敢的人，竟然敢挑战我们的王者！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金凤，使用一次盾物机会。第五车辆了。身为魔主亲子。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斩气血！真的，你让他救徒弟去了。秦羽啊，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那荒苟且偷生不好，
非要来自取。赵天、李清河，请假血债，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。赤鬼，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我真不一场，没办法。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